我们看到了有关报道啊，也将持续关注事态的发展。我们也注意到啊，台湾岛内的舆论认为啊，美方此举啊将对台湾的产业链造成严重的冲击啊。当然，岛内舆论也同时评论啊，与大陆方面力挺华为相比啊，民进党当局啊，他却自我晋升啊，相关回应啊，充满了阿 Q 式的荒谬啊，舆论还在质问啊，这难道就是啊，企业外部势力的下场吗？